Bosco， 大佬，送阿爷呢斗死老爷入剑桥，干手净脚啦。Abraham， 细佬，呢斗破街冚家产，仲读得书咩？读屎片就翻成租舌都得啦。Bosco， 大佬，我话香港嗰间剑桥路人院啊，三餐有人喂埋，包埋洗屎忽，都唔知几鸠赞。屌你隻破街冚家产地盤佬，有那生母爷教阿巴喊，咁撚毒要送我入剑桥树俾人租质。该会呢镬真係林路唔过得世。屌那马，你隻死老爷，家基落嚟衰，后生过时又唔撚识得學过啲醒目人咁，餐飲餐食餐餐清，一收工就开台打麻雀。逢禮拜就叫外卖上大茶楼日虾饺烧买叉烧包，一萬咸龙搭糖楼家基住都五九七埋，要住向人地俾钱起嘅楼，个个月俾些小帮补管理费，起足半个世纪，住旧咗又要撩人拆咗，园区气返靓，仔女又唔撚教，做晒社会垃圾寄生虫，所以今日过啲油菜马回。东华三院、博爱医院、无良局，过啲贵族老人院就唔能出收你呢啲又扭又水嘅烂摊。掉那马，我信耶稣嘅话，可以入上水果间成租舌或者香港仔果间成马里奶啩。死老爷，耶稣话要穷苦嘅人士可以到他这里来呀、啊。你悭啲细啦。Bosco， 大佬。我哋快撚啲夹手夹脚踢到死老爷入剑桥啦。救命啊，你两斗破街仔因住禅前的水点滴不差啊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死老爷，你拉我等，我而家响圣母军都唔知乃得几斗神父 tap tap 点点撚样胡作非为，都由佢哋拉我撑腰。将来做卖神父果实就更加可以隻手遮天啦。